介绍完统一 Seven Eleven 狮队的先发攻守顺序之后，马上要来迎接主场换上超级赛亚人球衣的中信兄弟。首先介绍的是第一棒他的人手61号中锋强夫诺鲁，第五棒，东莞野手7号日中人张志豪。第六棒，右外野手1号东莞陈志豪。第七棒，指定打击96号昨晚的胜利功臣之一苏维达。第八棒，今天引导先发投手的部署任务56号黄金大炮黄志忠。第九棒，内野教科书游击手14号王冠伟。 Today starting pitcher number 97 Mitch Lively。 The manager Scott Thunder。 介绍完今天两队的先发攻守顺序之后，场中站着在投手圈前面是中信兄弟最帅的应援团团长姚白。好，谢谢联盟的魔法主任，也感谢呢今天的所有伙伴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力量大会呢，请大家一样的再次的跟我们中信兄弟的超战士们一起寻找第10个这个超越极限的伙伴第10号。好，并且呢击败对手，那当然今天的一样获得我们的超级龙珠，并且召唤神龙成功之后，我们今天的胜利烟火呢也会释放。所以呢，希望呢我们现在的我伙伴们呢跟着我们一起的来加油打气。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赛前呢，一样邀请到是我们中信兄弟的啦啦队，所以球员们要请用掌声鼓励欢迎 Passion Sister， 掌声欢迎。来，欢迎成功。好，我想跟鬼派进攻啊！
球场还可以做老人操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再给我们医生给这个黑色的热情掌声鼓励。还没有说，我又是示范组了啊！现场下面跟我一起集元气浴吧！哎，我们的虎虎不要演了。来，高举你的双手，跟我们一起集气吧！哎，别起来了。手举起来了，好火焰！